现在全世界呢正仰望着就如同未来整个梵蒂冈的台湾风来宣导非常多的真正的创造实相世界的研发，让人类进入到真正的新的世人世界和平，也将西方极乐世界在人间彰显。这是在台湾台东，在一个出路刚好我们在大殿的左边是路野，在我们的右边是我们出路，中间是龙过脉的这一条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中间的区分，代表我们这个龙，也是代表人类呢真正的参天化育浩然正气的极致了，也期盼如此美丽的山川大河带来内心都能够真正的达到内在的和谐。暮鼓晨钟在出家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随时配合着大自然日出而运行，日落而真正的达到如同松果体，达到内在的清净，止观内观就在我们每个当下。